谢贤、曾江、胡峰、Jo Junior 今日下昼出席四个小生去旅行记者会，期间谢贤激动到大打出手。我总之话你听，我知道你嘅人多过佢哋。咁啊系，啱啱先？咁啊系，你唔好喺我面前耍嘢，我话你听。仲有嗱，呢度依度唔讲嘢。我琴日，琴日佢喺你講啲咩？即系讲，总之你以后唔好见咯。事后曾江接受访问嘅时候，表示同谢贤经常互质过。大家有时冲动，有咩大问题啫？都几廿年啦，系嘛？佢又冲动，我又冲动，大家冲动嘅时候 ，OK 咯。唔实有咩意思啫？唔实就变咗冇真嘅嘢啦嘛。吓、啊？有冇嬲？我的樣子有冇嬲？雖然有部分網民認為是宣傳伎倆，但咁樣又未免太真實啦啩。